对，因为我现在肚子真的已经很大了，所以我穿 M 我觉得是舒服刚刚好的。然后它这边就是这种瑜伽腰头，然后还可以再调整这个系带的。这边有个扣带，可以去调整你的那个肚围，然后它的弹性很大。我觉得孕妇就是一定要穿弹性好的肚子，因为你行动才方便啊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蹲下也可以这样。哦，你要蹲下，我也可以蹲下。你就是破水，我们怎么办啊？你看，你觉得呢？看那个，我就看镜头还蛮细的。对啊，看它中间因为刷浅色，然后两侧比较深，所以那个腿就会很细，然后再加上它的下摆是做那个不收边的那个小 V 的设计，对，就是很时髦，没有人会相信你穿的这件是孕妇牛仔裤的。如果你是可能孕期在中间的人，你穿这种裤子真的没有人会相信你是孕妇。